老虎菜这道菜啊，十个人九个人办不好。老虎吃的菜呀、啊。过年过节你别全整的大鱼大肉、你办一道这个菜，我跟你说，就是全部抢活。哎呀，拌菜，哎，食材也非常简单，大葱、辣椒、香菜、花生米。哎，这菜我跟你说，都下菜下饭又下酒。哎呀，首先咱把大葱看什么？哎，斜刀切破两半，斜刀，这样式那都说不塞牙。但是我说啥意思呢？你要牙缝大的话吧，你咋切它都塞牙。哎，你根据自己的那个牙。是不是？你别老犟。咱假牙的话，咱这边就多嚼两下子吧。哎，假牙都嚼了。哎，这小刀工行吗？切的匀的匀溜点啊。15年刀法的，兄弟。你别老插着把火的，行吗？你一天录个视频，不你吵吵的。哎，你好像俺家村头那个大母牛。你好像你锅巴的你366。你好，我像啥？你好像春天的一幅画，画中是遍地的红桃花，蓝蓝的天空和青青泥巴，花瓣掉落你身下，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，漂亮的妹妹，你这歌唱的，我跟你俩，我跟你说，这辈子不怕谁一样的对手，就怕他妈猪一样的对手队友啊！你这个真是，哎，对，别唱了，这歌就到此为止吧，因为啥？这过年了，差不多就得了。来，这辣椒看着没？咱把这个咸辣的，我咱把这咸给它去掉了。把这咸辣，哎，咸辣，哎，歌我自己唱的挺好，真的。你上去不是那回事儿的。也切细点，切匀点啊。全是活。刚才我老弟说那叫什么歌来的？桃花一朵朵，不是。九九女儿红，埋成了18个洞。九九女儿红，嘿嘿。全是活，你看咱这唱的行不行？行，太行了。完这边还教做菜，你感觉行？你把那个屏幕怼咕怼咕啊，这菜都老好，一般人咱说我都不教。注意点，咱别牵手。我这闭眼睛切的，哎呀，看着没？又忙。那这个动作你不能模仿，别模仿，这样糊。你看，好，好，辣椒丝切完了，香菜啊，你这个不愿吃辣，你多放点葱，哎，或者多放点香菜，是不是？不愿吃哪个，随意搭配。这玩意儿不爱吃，多放点。学做菜你不能学太死喽，啊不，哎，对。做菜你也能唱出来，完了把这个搞里头，苞米搞里头，蒜末搞搞里头。非常简单，这简单，这啥呀？酱油，用酱油，用生抽或者一品鲜，别用那老式酱油，零添加那个，它味儿不够啊。看着没？哎，少搞里一点啊，搞里头。这什么玩意儿啊？你要菜多吧，你就少放一点点盐；菜少呢，就不用放盐。来一勺味醋啊，白糖不用少来一点点吧，少来半勺就可以。然后呢，咱们要少放一点点的白醋，白醋要放白米醋或者是白醋啊。哎，愿吃陈醋放陈醋也行，不挑。哎，少来一点就行啊，吃出点酸味儿，它不是酸甜口的啊，咸咸口带点酸。然后这是辣椒油，提前炸好的啊。完了拌菜的时候有讲究啊，这时候就不能稀里马哈的了啊，不能来回呱呱使劲那么抓。你看，就拿筷子看，转着吧，一圈两圈三圈，看完事儿够啥？啊，完事儿了，完事儿了，这老香了。有香油的可以放点香油啊，拿盘儿。这小凉菜啊，咱说带劲不带劲嘛？还简单。你过年过节你拌这道菜，咱说也不丢面子。那不然，你看看，来人去写，他都得夸你是大厨。还都愿意吃，嘶哈的。那你在家拌，你得多拌一点。那不然，别人都会多拌点。记住了啊，啊过年过节肉太多的时候，你就拌一道它。爽口，哎呀，嘎嘎爽口。把屏幕给我怼咕怼咕，上菜了你。别犟了啊！这就老虎菜是吧？哎，这个卖12。